集合啦，集合啦，我们恩斯集合啦。这的话过不去的。通行证。我们刚刚到了恩斯，做完核酸，下了高速。来就来嘛，还拿这么多东西来。来，小弟。太客气了。必须要带点礼物噻，大老远跑起来。我是啷个来的就？我是啷个怎么突然冒出来的？你是高速路口冒出来的。哎，你去把车停好哈。对，哪个一道不要我，哪一道有停车位。小伙子都转了几个圈圈了，在这里等我们。我们一直说来了来了，到了到了。本来我们在高速路口的时候，我们还在他们前面，后面变成他们到我们前面了。太客气了啊、哦！哇，装修的好好哦。好，要得。嫂子第一回来这里。啊。赶紧给我们嫂子介绍，介绍一下我们那个店的那个理念。表哥，哎，这边这边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去黑眼出来走，表哥走。走走走走走。聚齐了哈。嗯，聚齐了。哎，真是好热，我这个前两天早上组织我来穿棉衣。格外有好热嘛。嗯，他们穿起来没意思。我都穿起来。恩施市金芝坝街道金龙大道新华理想城一区22号第一层105商铺，晓得啥？晓得啥？信号。我都从来没来过，虽然说在历川十几年了，恩施我们不熟悉。直接是那个高新区新华理想城就行。没在高庄。哎，高新区新华理想城。嫂子第一次来，你还是给嫂子介绍吧，我们这个样儿。要看那个边，装修小路发扬了，装修的好，看起来反正干净利落的。这个店我们主要是整临时，哎，那边原来很多是跑人的商店买嘛，现在那边开始分店，主要是有一个地方他们拿货，方便。那个店主要是走临时，端午节就是那一段时间效益还可以嘛，或者端午节那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都说太匆忙了。跟那个送货上门的那块没做到，今年呢，我们现在都是准备着推出来，10个以上我们都配送上门。嗯，等于说上门服务，我们直接都是他直接下单，让我们直接那个包包直接跟他送货上门噻。哎，那个是我要的，那个做那种模式嘛。这个模式还是真的可以哦，小吃粽子足不出户，直接在家里，这下可以送货上门。对呀，而且那个网上的话是网上嘛是。他直接打我们电话嘛？那他万一不知道嘞？嗯，还好我们后面的话电梯啊，那个电梯啊，空调车上我们先做一些广告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在什么那网上一搜这个名字就自动出来了。吴吉祥啊。嗯。哦。嗯。他导航可以导人位置。恩施的几个平台也有，什么安那个安家恩施啊。搜木吉祥都能出来，百度啊、腾讯呐、啊，都搜木吉祥都能搜到我的电话号码。可以，这个模式可以。好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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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表哥，你不是饿了吗？马上，好，我打个半截子。老吃啥？好，我到时候收拾。老吃腊肉粽，腊肉粽好吃。哦，还吃腊肉粽是吗？嗯。香。嗯。你要给他们带红啊。大花肉粽。嗯。欢迎人。来了恩师了，茶去吃。怎么你也吃啥？好。那我吃啥？我在吃啥？嗯，多吃点。粽子店还是开在这条街的中心地带。多老一点。
啊、嗯，挺多住户的，三平方。那里还有一个广场啊、哦。就是新华城那边有生意在，就是这边人流量比较大。对，他这边的话就是在招商入户的时候，他还是比较讲究的。他那个招商基本上都是要有品牌的。那我看到哎，全部是一些。这都是有名的、有名气的店嘞。就是你那风格好多哈，可以。